OK， 很多人不知道呢，那个灯泡是有灯泡的转换器的。像这个灯泡呢，是B14 插口 ，B14 插口现在很难买得到了。这种是老式的那种插口，很容易接触不好啊。然后你看这个插口又很小，所以这种插口式的那个灯泡呢，现在很难买得到了。这个我是在我们这里的 Hardware Store 买到的。是飞利浦的40瓦的，挺贵的。我想全部都换成 LED 的，但是只能买到螺口的，没有插口。那怎么办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灯泡呢，其实是有个转换器的。你可以买一个转换器，像我这个买了一包转换器，16个转换器，总共也就花了十几块钱那个样子。然后这样的转换器呢，就是插口换螺口。你把这个插口呢，这个你看。我放近一点看，这个呢就是插口放进去了，你可以把螺口的灯泡悬在里面，然后就可以使用螺口的灯泡在那个插口的那个插座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觉得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费很多心思，像我这样去找一个那个插口的灯泡，然后又贵，然后又很难找。